最近陕西一直下雨，本来说国庆节这几天去回那白鹿原老家，然后也没办法回去，想做饭了，然后我们现在出来吃个火锅。听说这是全西安唯一不用排队的饭庄，确实没啥人。工业风。我们要一个这个四宫格的，要上千米长。四宫格便宜点吗？大概就点了这两菜，都点了半份。要是对的，我要一份太多了吃不完，现在就开始吃了。要是点个儿童套餐，有这个鱼，还有鸡蛋、哦、面条，感觉还挺丰盛的。给你儿子送了一个甜品。啥送的？买的好不好？卖点。儿子在门口那个游乐场玩，咱先吃，吃完了再叫他过来吃。哎，要去的就是舒服，为啥呢？环境特别惬意，而且关键这个店人也不多。我去叫儿子过来吃饭。好，走嘞。吃完饭再过来玩，好不好？好。啊，先吃饭。慢点吧，别跑，别跑，别跑。我还要个热饮吗？我看没啥热饮，那一个。酸梅汤一个人都得5块钱，喝这个菌汤还不错。最喜欢吃火锅了，啊？好吃不？好吃啊。这就是。这是火锅，这个是火锅的名字。还有个捞鱼，还得捞虾。会有吗？玩是不是这样用的？对对对。我去玩了，我去玩了。轮了轮了。那这个小汽车好看。Later。这之前是一个工厂，改造成商场了。你看空的也比较多。这是一个纺织厂，之前没啥人。我们现在吃完火锅了，然后在这底下转一下。本来说这两天要回家了嘛，我爸不是说想回去看一看，然后结果就是国庆节西安一直下雨，刚好带你儿子去那个金鱼沟玩一玩，然后下雨就没办法过去玩了。平常老家的亲戚都在外面打工，也见不到面，过年过节才有时间回去，和亲戚聚一聚。等天晴了带我爸回去转一转，回家磨点面拿回来。嗯，自己磨的面粉比较好吃。嗯，我给你家拿一点面。还挺好吃的，再买个蛋糕吃。你刚刚火锅没吃饱吗？没有呀，我不然说还要加个面吗？你吃不要了。